疫情持续爆发，其中双北的确诊数更是居高不下，确诊人数实在太多了，这也导致药品快筛剂大缺货，北部民众买不到就纷纷打电话向中南部的亲友求救，台中彰化的药局都发现哦，平均每天至少有20多人帮北部人来采买送药，解燃眉之急。还有个化痰粉，对，止咳止痛药、维他命 C 跟快筛剂，药师隔着电话一一帮忙采买。快筛剂，你是衰后？啊，衰后，因为像我今天就是来买，对，然后就帮北部的朋友买。这些快筛药品是台中民众代买，要寄给北部亲友应急的。备用药像咳嗽啦，或者是说像那个普拿疼，完全都买不到，所以要叫我来台中买，帮他换快筛。寄药到北部的状况不止台中，彰化也看得到。帮忙购买的话，大概有20多个吧。双北疫情严重，但防疫物资奇缺，要买快筛剂、止痛药，大排长龙，群聚都不一定买得到，只能 call out 向中南部的亲友求救。你无药啊，成什么款？我连上机嘛，保护家己的能力都无，啊！你政府到底是做啥？快筛药品一整组一整组往北部送，民众痛批，实在是太扯。他是说超前部署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药太慢了。哎呀，你既然说要共存的话，你的药一定要足。本土疫情每日激增，眼下双北急需快筛药品，暂时还可以向中南部的亲友求救，但政府若再不作为，未来换中南部大爆发，要找谁应急？还是又想双手一摊，放任百姓自生自灭呢？谢台中彰化综合报道。